杨大人已故，何在？官堂一封，东厂私下不了满腹。你们追不了了，晚安，拂袖，且早回对江公之贼逆父。早千岁跟前，我可保兄不死死。将功死死，至于晚安，便宜思量。那一股是要他生唯一国血，我却是死必报全。我再罚你一笔，一股何在？你宽呐，这是家和爹余明磊的府名册区，那已故嘛，等今晚夜深，小生亲自送你往座，请你下去把孩子叫出来。东厂虽大，不过尔，今明一只出来的私样，就像骗我。东厂虽断到底时候，你心中有数。我冯客栈，只借你最后的机会，不算放你们出去，就是死路一条。你方莫言，与一股出关。你跟你委屈，沙场上你小勇夫的一一提报。当初你替我当过两件，
就算我晚了一截，可我却不明白了，你为何总是妇人之仁？你救得了那已故，你还救得了这天下不成？天下何在？你是你义父曹公公对他的，你义父对你恩重似山，但当年虽未见死，少抚养他人，嫂子身上下次把命都活不过今天。你也是个侠义之臣，为何要帮助他们掩埋忠良？你去哪里？这间客店有两个纸房，这一间杀羊店。等等，孙子问我。